喜欢喝的养乐多。养乐多要怎么摇出声音呢？当然还要加上平常夏天最爱吃的绿豆，当然不能煮成绿豆汤来弄，所以就是把绿豆加在养乐多的罐子里面，就可以变成很好用的乐器。这个也就是在我们平常教学里，希望小朋友呢能够通过各种简单手边可以取得到的东西，其实就是可以很有节奏，可以来演出一个音乐。现在我们现在热情欢迎他们出场，谢谢。想你的阿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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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